一个硬声长联络，谁呀？谁回来了？我有一个朋友刚好也认识医生，想说回国可以一起聚一下。哎，你呀，魏之远，长大了啊，越来越多事情瞒着我啊。连买这台二手车我都不知道。在国外赚钱呢，就要省着点花。 知道吗？至少我喜欢你这件事情没有瞒着。唉，辛苦啦，兄弟感情真的不错嘛，啊？老江，你弟弟刚刚帮你加油，加得很起劲。 三成，真的要走？啊，对，不给乐哥面子啊！魏青，大哥，那个条仔。 快走！乐哥，走了！快走！乐哥，走了！所以，乐哥回来了。见面聊。